我们继续攻略《塞尔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。正前方就是伊始村，我们今天的目标，去这里做点支线任务。伊始村的位置在大地图的右上角，这儿一个湖，叫什么湖？阿卡莱湖。阿卡莱湖中间有一个岛，正圆形的，非常圆，这就是伊始村。小瓶子，这是。达达的完成梦想。啊！私人住宅，比较费马年。哎呀，这是什么话？伊始村找松达。然后就可以在这儿建房子。松达就是这个人，就是他广告上这个人。上次是哪次呢？旷野之息，在旷野之息里，林克帮松达建造了这个伊始村。哎，雅哈，嘴里那冒泡的那就是雅哈。追追追追追，抓！好。这有不少铠甲草啊！泥土战手，泥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应该做点菜试试。金苹果是能提高料理大成功的概率。料理大成功就是比如说属性加移或者是时间延长。可以，能来点铠甲草做个标记吧。应该是我队友打死了一个熊，我都没看见就给打死了，这个太给力了。到这悬崖边上，咱们看看怎么去伊始村。高度有点绕一下路吧。这个地方能收集到铠甲草确实不少。狐狸，狐狸有拍照了没有？狐狸也可以给他拍啊。阴阶分身也可以拍吗？阴阶分身在哪？蜻蜓，暖暖蜻蜓吧。广告都打得掉了，仙人草。赶路，无聊的。每个城镇都有属于它不同的音乐。前进。有意思，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到晚上。这个村里所有人都喜欢睡大。啊！
客服就是那脸色比他白一些，爱吃无忧衣。哎，他自己人呢？点灯。把货摊转让给弟弟了，买了个土地，就是这片这个块这个方块。换了呀。他喜欢怪物，那跟那谁田尻智，就是那叫什么精灵宝可梦的社长田尻智。爱上怪物什么癖好，制造物品的行家，欣赏的怪物兽。好，这个锅老规矩打个标，打个锅标。我已经找到195个地点。担心啥？这不孙大社长吗？这就是，好不打。一打要千机，嗯。开朗的时候，常接他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又说那孩子是不是强颜欢笑？啊！一辈子就出这么一次人吗？嗯。客人亲自组合房间，用救济手呗。嗯。哦，其他的村子都是只有一个种族的，只有伊始村是各个种族都在一起融合。嗯，维达是他们俩的女儿。大门被什么东西顶住了，没办法从外面打开，所以得想办法翻窗户进去。窗户像是能翻的样子吗？哟，从上边呢？看向底下，这就是味道了。怎么算？啊？男的是八一。你的是博弈，说反了，重复多难这句话，他的窗户开着的，你的画是哪？画的是哪？哦，这幅画画的就是那什么那什么格鲁德小镇，隐藏这个，这岩石，没错，这就格鲁德小镇。还有椰子树，很快我们就会去格鲁德小镇的第四个区域，就是左下角，左下角沙漠地区，就这儿，就是这儿。
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底下有地洞，要用通天术穿到仓库里面。这有个洞，那就这了。他怎么从哪个位置出来？这个位置穿应该差不多吧。看这些有小地图。咦，魔鼬一，你打我吧，等一会儿我再去。这个洞绕上去应该就能到魔鼬一了，这是好几层的洞。就是一个能敲岩石的。路线好像有点问题。画面里操作延迟有点多，能感觉到。那这次岩棒要烂了。这儿凸起的石头肯定是有寓意的，从这儿往上穿，应该就是他们的仓库。成功，就这，这是他们仓库，门打不开，为什么？这个牌子给挡着了。有什么方法？火龙头给它烧了。其实搬开就行了，哎，烧就烧了呗，那烧了。妈，被平给挡住了。建筑店的后面，啊，这些东西是损坏的。随便取用，什么东西？相对的话，这些牌子，没什么。哎，这个碧水晶，他要卖，奇怪似的，好骗的家伙。这我们一口价二十。嗯，啊，下载佐纳乌装置。嘿嘿，啊，作业场挖到的，嘿，把它偷。嘿嘿。大写的打火石，摸一下它就能指出在哪。一
道绿色的激光指着底座在哪儿。好，在哪儿啊？瀑布后边。看看高度，高度是往下，在水旁边。那就先下去吧。放不住。造个船吧。这既然地面上有个左纳物制造机，应该是从天上给掉下来的。本来不制造机里才能出什么。哎，还有这些任务。好。哦。啊。老规矩，放转大物能源。就拿全了，还没拿全，里边还差一个，拿全吧。再来一遍。想要什么不能直接买，必须得。就先手气。真有个方法可以直接买，是把电池加到满，然后再去做电池的那台的话。就变成可以选买什么东西。我看一眼，全了没有？还没全，那以后再说。
做个竹筏，然后带着绿水晶去那个。神庙没开车的话，应该在瀑布后边。哎，不在瀑布后，就在那。看不见，是瀑布前面。怎么弄？怎么弄？砍树吧，做竹筏。威力最小的。好，一个树干。装个吹风器，我记得那边有风扇。哎呀，不好找，不找了，自备吧。自备一个风扇。第一个就是风扇。拉是不是装在这上，装在这尖上。不用装控制杆了，这路也不远。去就行了。靠！碎了，不能用刀砍人不砍，应该用刀敲呀，敲这个位置。哎呀，敲这绿水晶那位置，不能敲树干，树干刀一砍就碎了。还能两个。哎呀，又砍着了，脆弱呀。
场绿水晶。好像有点偏。该省的材料不能，不该省的材料不能省啊！控制杆就能控制方向了。什么鱼？海拉鲁鲈鱼，没什么意思。迎着风吹，直接在螺旋桨后边。这什么大剑鲤鱼？这是什么？冰冷风鱼吧？有一座摸色白火，这个光剑太厉害了，换个不厉害的。更高效的捕鱼方法，一片一大片，电鱼属于非法。自动就拆下来了，进去之后应该就是一个老鲁之光，什么就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宝箱，然后国王像就结束。钻石，这个好，能卖500块钱。应该看看这瀑布后边有没有东西，也许有的。这一座多出了很多山洞。哦，电鱼棒，我的电鱼棒呢？哎，电鱼棒快烂了。电鲤鱼是做菜，然后能加公斤力。还是不如那香蕉好获得。大件香蕉。有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还是
穿着那啥朵拉族的圣衣，只能逆瀑布而上。从泥爬走，这是火之精灵，我应该还没见过他吧？是没有。用冰之果打他，一招秒。冷气果，一招秒，哎，真能闪避啊！哎呀，王妹啊！克制，获得红宝石杖。现在这个能发射三个火焰，三个火球，想弄谁弄谁。并且，哎，这个东西，想魔法杖，空的魔法杖，我给他加。里面有没有冷气杖？有冷气杖了，我直接把这个加成电杖的了。从兜里找一个黄玉扔地下，然后这个东西行不行？电击。一个电梯，还是就用黄玉吧。鱼料建造，好，电击棒，电池电。这是什么？没有其他东西了。OBS 应该有问题，这次感觉延迟特别大。来听一下啊，这个咯噔一声就是我在推摇杆，它好像有半秒钟的。推完摇杆得半秒钟，画面才开始变。今天延迟有点大，所以先录直线吧。不怕电，知道，反正朝后了。鸳鸯必须得棒打鸳鸯，能增加鸭子。水章鱼，水章鱼，你好像看见一个，等等。八爪鱼没拍到，好，这次抓拍的好。这个人可能是盖伊队化妆成的。
不管怎么样，先射一箭。好像不是。哦。一般找的半长空位啊。不是他，搞得疑神疑鬼的。那是一个大洞窟，南阿卡莱平原。这是卡莱城堡，红色城堡。这不是那啥吗？哥布林。哎。先把蓝的干了。哎呀，这操作真是一团乱。今天 OBS 的延迟有点大。我看到的画面其实是半秒钟之后的。这打死了，我还没拍照片呢。这是哥布林，这好不了。这边应该还有个神庙没有开过，什么地方？刚开过的，这个底下就能看见。剑流，快速打线下，这什么情况？哎，鸟望台也是他们建的，最气人的、最有人气的是，做那屋造的气球。价值。哦，是历史尊重轨道车，就是我们坐下来的这个过山车。值前进的废品啊！想不出操作方法，就加那个操作台嘛。哦，今天算了，我这个画面有延迟，玩不好它。这个楼梯都费劲。设计处。岛屿的朋友，
不需要付钱。嗯。没买富拉什的吗？嗯。哦。哦，这是个圈套，这边不需要付钱，等上去之后，在那边再要求付钱。做都做完了，然后再要求付钱。不操蛋！锅都灭了，锅一下就灭了。那它也是锅呀、啊。打个标。作业场所，这个是拉力赛。历史村应该没有其他的支线任务了吧？应该还有，那个谁 VW 还没接走呢。先回监视堡垒复一下命。今天录短点吧，操作不灵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应该接另外一个屏幕，然后信号还出。哎，这是哪？哦，没选对地方。监视堡垒是这儿。可以啊，报告一下。高地，对，很大，得弄点凉爽的东西。海拉鲁东南方的哈特诺村，最大的海拉鲁人村庄。学校。Jackie。哈特诺村。特诺村应该在这个位置，前座的话去过那儿。看看今天适合干什么，今天把塔开了吧，上这儿来，上这个塔，然后今天操作不灵活，适合探索，适合开塔。叫啥来着？卢米。发现。哦，这给的不少啊！绿的是一块钱，两块、三块，红的是二十。严加峻严，今天不适合战斗，先不管它。这儿我记得它会飞蝙蝠，
红炸弹枪先把血补满。有蝙蝠吗？就往那边走，开那座冥王台，路不太远，飞一下就到了。从这座冥王台喷出去，然后一飞，那座有点远。那就是那座，就是我们想去那座，不想去的。好，绝对能飞到。这一座，看看地图，比哈特尔这个已经去过了，然后。这个不会没事的，应该抽点时间探索一下地底世界。鸟很恶心啊，朝我攻击，提前射死。还有，哎呀，射不到，在射击死角里，射到，灵巧的躲开了。哎呀，我是没有精力了，吃这个毅力药，错过了这个导航。在天空拉弓，储备力量。这个岛，它有个水池，应该有小精灵吧？它旁边是哪儿？它旁边是这儿，这还没去过呢。这是哪儿？去过的应该也是一个空中的，那什么的岛。没事，下去到那个仰望台再喷一下就上来了。这个情况，这个某人像。不对，我这弓太弱，那个强的。对，得去找博库林扩展一下，扩展一下那盾牌的大。看看这下面什么情况，底下有个庙旁边有个塔，今天就先开塔吧，因为别的东西都得下功夫，这塔还是比较好开的。泡泡拉火力，哎，怎么没动啊？这电压不稳，这有电线吗？关了是不是能省点电？怎么
电线从井里走啊！哎，救命！井里有人喊救命！哎呦，好深！哦，有人被困在这后面了，走出来！话怎么回事？哦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还跌进遗迹陷阱关里头了。哦，啊，去踩那个开关就能。我去，在那边，洞窟的入口在那边。看到哪有洞窟入口？先穿上去吧。另一边应该有个洞窟的入口。沿着井的方向往反方向走。应该是妖怪商店。妖怪商店在那儿。这个是七块钱，八块，八块钱南边的井，这个应该没错。是那个。电击杖干嘛用的？就是干这个这事儿用的。电鱼，刚刚那个货拉鱼。哦，正那个条路应该是在这边没错。食之路不免独行者，这个发光果吗？光亮蘑菇之石使用光，相比使用光亮蘑菇之石使用光亮或来源发出光更强。拉塔姆，哎，没有路了。是救那个人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不就是吗？这不就是吗？这没错。骑士之鸟台，哎，前面有个宝箱，应该可以够过来吧？哎，空宝箱。哎，够不来了，让宝箱替我踩着这个，太牛了。然后这个怎么开啊？这也是一个宝箱。把那宝箱拿过来，让宝箱踩着你。完美。
这有一个方块，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这还有路，还有路。哦，没有一。就算结束了，找个地方穿上去，找个离塔最近的地方，应该就这儿。这回塔应该是修好了。可以用了，哎，点下稳了。嗯，稳了。算地图已经产生了，传进 Switch， 而就亮了。这叫什么地区？费罗尼地区。天上还有个乌云。嗯，好，能控制了。前面就应该地图完成。是的，那乌云，咱往这个最开心吧，对，因为还没有去过，应该能飞到，不大问题不大。希哈特尔天空诸岛，因为这个岛去过了，这里没有小精灵，是前面那个岛。吊着，费精力啊！压压惊，压压惊，压压精力，没事是吧？哎，转大物制造机，这个好。估计放佐纳乌能源，五个能源换十二个子，齐了吗？拿齐了，这没有什么新东西，都是在别的地方见过的。那这边什么情况？这种岛应该有个神庙在什么地方？没有神庙吗？有神庙，在那儿。这种一连好几个岛的，一般都有个神庙。一百码肯定有个神庙。看看什么情况？
理所当然啊，已经在那边那个大岛上。1小时01分了，这次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因为这次操作不太灵活，应该说延迟有点大。这个核弹呢，然后我摁 X 就跳，听听声音啊。0.5秒。过了，对着那个岛，下次也够了。哎，又过了。哎呀，好不灵活。不灵活的后果就是你一定会推过。好的，下次视频再说。谢谢观看。